哪一个嘞？穿哪一个？穿哪一个？这个好像不错的哦。OK。昨天差不多2点多的时候，我才 upload 我的 vlog。不要好奇为什么我每一次都是这种时间 upload。白天是要做 gym， 白天是要做工，白天有东西做的，所以呢，我们只能在晚上的时候做 edit。edit 到了2-3点多，有什么奇怪哦？那个考车学院的那个地上，我谁敢啊？我谁敢啊？终于可以吃肉了。8月份过了过后，我就开始吃肉了。为什么呢？有很多人问的，我知道有很多人问的。OK， 你们自己去看回我的这一个影片呐。为了要提醒自己是一个非常爱动物的人，等一下要去哈苏那边跟哈苏的成员们一起开会。我在这演的国家穿着 hoodies，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Okay， 今天对我来讲呢，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挑战，还有困难的决定。我已经想了很久，我的车呢？我的车去了哪里？不是，已经改朝换代了。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消息要跟你们公布咧，等多美多来的时候我才一起公布。这整件事情他好像也不懂，他不是好像不懂，他是完全不懂。我准备做高哈就对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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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在这里卖毒品。我跟你说啊，今天哈瑟的这一个衣服啊，哦，要终于出了哈瑟自己的衣服了。这件衣服，等一下我们就跟你们讲一下哈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等一下我们来讲，先把衣服穿上去先。哇，哈，就是这样子。它的布料跟我们上次 Be Steady Together 的那个布料是一样的。如果你们想要买的话，现在就打这个 link 好，在 Instagram order。你看这些衣服都是我们亲自自己包，亲自自己拿出来再重新折过。你们看了是不是有感受到我们的那个爱呢？ Love， I need love。还不懂什么事嘞？我是不会被骗了。快死讲啊！快死讲啊 ！OK， 现在我们要开会着。我跟你们讲啊，他们现在哦在开会，所以我有一点点的时间跟你们解释一下哈瑟跟 Steady 到底有什么关系啦。哦 ，OK， 在阿雅的频道里面 ，Steady 的意思哦，他就好像一个人拿住一个弓，然后把箭射出去的时候哦。那个箭哦会去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去他要射到的地方。一个是去不到他想要射到的地方。我在讲废话是吗？无论那个弓箭飞到什么方向去都不用紧，这个弓箭永远只会向前走。简单来讲呢，无论成功或失败，我们都永远向前走，一定要很 steady 的向前走啊！这个就是 steady 啦。Yo, what's up, what's up? 让我来解释一下 hustle 的意思又是什么。Yo, hustle 在我们 underground 里面，它的意思就是大家要不择手段， you know， 不择手段的去赚钱。但是哦，要，它真正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勤奋，要很勤劳，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目标，你都要 hustle every day。要看什么看？没有看过人家吃 protein 啊？看。要。竟然 hustle 的精神跟 steady 的精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才愿意跟这间公司一起合作。哇哇，
哈，没有错，当你穿上哈瘦这件衣服，你就会像他一样每天头痛，然后走路的时候会 slow mo。 最重要，当你穿上哈瘦衣服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我们的精神与你同在。这么吸引人的衣服，你们怎么可以不买呢？现在你们还在等什么？你们睡醒了吗？现在马上就去预购你们的衣服。耶、yeah, ，开完会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买我们 designer 的电脑。哇，几大牌啊你！是啊，嗨，大牌啊！换老妹，看为什么你还穿着 steady 的衣服？你跟我换。很多人刚才有一个人哦问我，给你看，很好笑的。那个韩硕的新衣你们会穿吗？会，我立马买。买，你给我买到。买，这里叫我买完它。秒，很喜欢用秒，到底秒是什么鬼哦？秒。是咯，我都不懂。秒回秒战。哦，秒战啊！哦、所以很看我们这种80年的不懂了，要问这种九零年的才懂。啊，不懂了我们。为了要传达 hustle 跟 steady 的精神给你们，从今天开始，我的 vlog 将会变成 daily vlog， 耶、yeah! ！我唔信。每天呢？每天啊！我们两个一起。Yes， 你没有来的话，你要写 MC 给我。哎呀，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们可以天天看到我们了啊，如愿以偿了，对不对？啊！我会 MC 的，我先讲啊。你 MC 要出 MC 纸给我。每天拍啊，跟你讲啊，不是开玩笑啊，剪片就要用几个小时啊。对呀、啊，你给我买，给我买。OK 啦，其实我们的哈瘦公司呢，不是只是我们两个在做，不是他做，不是我做，真正在做工的人哦。Hello， 报应。你这段给我剪进去啊。报应。哎呀，唱太多那个，不是一改造完。心里就是我们的 admin， 隔壁那个就是design 好不好看，就是这条水做不好看哦，找他算账啊，不要看，不要看啊，这样傻傻的脸这样啊，他还是跳舞的高手啊，跳舞啊，我要放他跟那个阿杜跳。你谁讲啊你？你是什么赛？Super 啊 ，Super size 啊！如果你们的 size 跟他一样，那 Over size 要超过 Over， okay, 你就要穿这个 Super size。哇 ，sexy 呢！这位美女目前单身，几岁？16岁哈。有18岁的小朋友喜欢这类型的。18岁太小了，不行。啊，那你到底要几岁？你讲。不要这种30多岁的就可以了。30多岁不要乱去找他啊！啊，还有，后面那个也是单身啊，后面那个也是单身啊，你看，啊，你有 four 呀？你有什么？你有什么 four？ iPhone four， 哈哈哈哈哈！啊 ，Let's go。我站在炎热国家，穿着 hoodies，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我不会因为天气转变改变我的形象，我的骄傲。Yo， it's hot in here， 把继续拿着。